等一下呢，我要跟伊内斯、瓦特、阿优，还有我的国小爱七班同学，还有轩，还有我，我们这几个人要一起在一个地方一起拍片呐、啊，然后玩桌游之类的，顺便帮瓦特庆生这样。啊，我今天太临时了，我没有想到准备什么礼物，于是呢，我就从家里找了一样东西，囤积了很久，放了大概有半年了吧。所以我想说这个东西送给他好了，希望他会喜欢。噔噔噔噔噔，有没有很可爱？我原本是想要买来拍片，可是又不知道要拍什么。然后这边贴了一个照片，我跟他的那个照片。刚好你们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？就是我们小时候啊，国小都会带一个乖乖桶，就是生日的时候会发给同班同学吃。我觉得这个很符合那个生日快乐的情景。那今天的瓦特生日聚餐的话，就是送他这一个，看他表情会怎么样。但是送他这个又觉得又有点单调，于是呢，昨天轩有给我一个提议，等一下呢，瓦特应该会觉得很奇怪，我等一下就是突然的抱住他，再给他这个礼物。你要跟他说我也想你啊，我才不要说我想他，有个耳烂的，我现在想到我要抱他，我就觉得不舒服。空的啦，没有，这个东西蛮好形容的。你现在就看得到这个环境，啊，没有，这个环境你就看得到。它可以，它有颜色，就是可以画出颜色。颜色的英文怎么说？Color。塑胶，长长的塑胶，长长的塑胶，会不会震动？硬的，长长的塑胶，硬的。OK， 我们来三二一，一次淘汰两个。来，一辈子出去了，好，你们会痛。等我第二 round， 你可以用它让你变得舒服。小时候很常用到，小时候很常用，不好吧？我跟你们讲，这还可以发出声音哦。好。我刚刚很顺利的跟瓦特抱抱了。当然啦，你要亲嘴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哎呀呀！你的礼物，我的礼物是乖乖的。你看一下正面，看一下正面。哎，不是有礼物。喜欢在气泡的订阅我是谢叔，每天5点发布影片，大家我们886。